有些事情啊真的很夸张啊，有一个查甫人啊，就一个查甫人啊，两个牵手去宾馆来聊天，杀死人啊，宾馆条件不太好啊，会去杀死人哦哦哦哦啊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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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什么东西啊，谁写的烂歌词啊，哎，这个是那个冰花的歌，什么烂歌词，古人说金胸甜花处处有，雪中上床谁敢舞啊。我们今天要报的新闻就是假期，请看俊男旅馆洗剪女网友，小姐你白痴到了几点呢，男的找你去宾馆，你想还能干嘛，没吃到就算了还被男生抢劫，嗯，我想谁都不会想到他像是个坏人吧。佳瑜等一下收工后呢，不如让我，哎，这个新闻是说有一个男的长得很帅，跟我一样，然后在这个网络上呢认识了一个女网友，然后他们就相约见面了。是的，然后他们就到超商去买一桶气球，待会办事要用的，还有这个西药房呢买这个面舒利达美。你走开了，那是你们菊花圈的过程啊，不要插话。我再说的更简单一点，这对男女是真的网络的纯网友，双方不是搞人家的啦，不是赚钱那一种了，讨厌。男的很大胆的约这个女的出来见面啊，然后第一次见面了，男的就直接啊约女的去宾馆呢，啊。所以我说嘛，天下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和交友嘞，一见面就约人家去宾馆，那再来嘞，再来就是这个女的已经25岁了，心智算是应该很成熟了，她很爽快就答应那是她家的事了，然后呢，他们两个人呢就跟这个就进了宾馆了，哦，一夜情嘛也没什么大不了嘛，现阶段的这个社会风气应该是还能接受，对不对？连这个你要骂吗？我羡慕啊，不可以啊，当然要骂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男的有没有约这个女的去宾馆的理由哈，多夸张！他说他今天刚好失恋，心情不好，想约这个女的去宾馆聊天。那这个女的智商应该有问题，男的找女的去宾馆，那可能只是聊天呢、啊。对啊，最夸张的就是原本以为是男有情妹有意，两厢情愿，原本是要去宾馆做运动的，结果这个男的竟然趁这个女的上厕所的时候洗劫了这个女的财物，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这有点夸张啊。对啊，这个女的很笨，进警察局要报案的时候还跟条子北北说，这个男的长得这么帅，他觉得他不是坏人，你听嘛，这什么话，长得难看就没有好人就对了。好了好了好，我们直接请这个报纸的女主角，天下第一白痴夏依。大家好，我就是25岁妙龄女子小依。哦，长得还蛮不错的嘛，小姐。你白痴到了几点呢？男的找你去宾馆，你想还能干嘛？你也知道嘛，没吃到就算了，还被男生抢劫。我看他这么有艺术家的气质，我想谁都不会想到，他像是个坏人吧？那我问你，你不要看我常常这样子装可爱，其实我是亚迪耶。我看到两下，你知无？你去网咖探听看嘛，一个83大人枪打安民少年，迄个就是我。好啊，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讲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看外表不准呐、啊。我能体会他的心情呐、啊，就像哦，他说的，他那么帅，不像坏人呐、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姨呢很可怜，需要好好的被人家辅导一下。小姨，等一下收工后呢，我看呢不如让我去跟你到宾馆聊聊天，辅导一下，我告诉你一些人生的大道理，做人的大道理。真的吗？做人好好、哦、那等一下收工我跟你去宾馆聊天。陈培，今天的编剧有没有搞错啊？他刚刚说什么？
他说他愿意跟你去宾馆，没唬你。夏一，你答应跟我去，我保证，就算要洗劫你，我也会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再洗劫你。这个话题很有深度吗？啊，那我们聊高铁通车后，你觉得造价多少才合理？哦，哎呦，好有深度的话题哦。不过我想看你外在和内，你看我都爽到乱讲话。我说我想看你外在和内在的深度，还有那个长度。喂，光八万尺度，不是啦，谈话内容的长度啦。要不然小鱼，你觉得那个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会不会引爆星际大战这个话题好不好？哇，好有深度的话题哦。我好欣赏你哦，番茄头的。我决定了，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要写这个，关于这个星际世界大战了。还没看到的观众朋友了，赶快去租回来看了。这次租不到，下次免费了。大牛，别乱说话，赶快去扫地。别以为主公全神，还气人。阿万。报新闻就报新闻，你干嘛唱黄梅调？输了，为什么了？我是大牛了，哦了，一见你就讨厌了，再见你更伤心。你要带他走，我就跟你把命拼了。被誉为主公村上了，好气人了。我们恩主公村做事最严明。人家的三角裤飞出的满天星啊！哎呀，主公村里了主英台了，地公了英布阿了，你把你不要唱，你不要唱，青蛙唱主公歌，讨厌，打波了，现在到底是在演哪一出了？你别挨骂了，赶快去扫地啊！是啦，摸不掉，这就是我们不对。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跟阿忠起名，把阿旺换掉？他最近变得很奇怪，观众夸他们又有什么奇，只有这个臭摊阿旺 ，News One 反乱看到好了，下次阿旺可能不会再报道，哪有这么好的乱？一样去。